大家好，我是武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 GTA 5，我们开始吧，坐上我们的爱 G 啊，爱车。上一集我们跳伞，结果失败了，就不爽。我们这一次再来跳一次好不好？在这里虽然没有任务，可是我还是要跳，有没有？就这一个，没有任务还是要跳，我过来跳。虽然已经不需要任务了，可是我们要血死啊！不知道血什么词，不知道，就是要去跳，跳爽的，跳爽的也要跳。来，我们走，去跳伞。大家有看一下上一集的那个，就知道我不小心把它按出去了，真的不是不小心的啦本来还要继续跳的，结果不小心按到了。哎呦呦，那开的车好高级哦，那引发我想偷的欲望。好了，我不要做这种事情了，我们走。我们来去跳伞，富兰克林，我们走。我觉得富兰克林其实是蛮宅的，每一次切换过来的时候，不是带小茶出去散步，不然就是宅在家里。其实富兰克林还蛮宅的嘛，对不对？不像吹佛，吹佛没事就开着车在街上乱晃，切换到吹佛就要被警察追。或是像那个麦克，不，每次都不知道在哪里，都在外面鬼混。其实富兰克林就是个宅男嘛，对不对？喜欢宅在家里，做做家务事，有没有？跟狗玩这样子。居家好男人，我们走。等，哎呦哎呦哎呦，哎哎，你们都停下来了。红灯也不需要停下来吧？我从来不停红灯的。我们走过去了，嘣嘣，超宅。吹佛每一次切换到吹佛就要先甩警察，每一次就被警察追，莫名其妙。等一下，我们跳完伞，我们就去暗杀任务了。暗杀谁我也不知道。那里有突发事件呢，没空啦，没兴趣啦。喂，稍微擦到了一点，无伤大雅，我们继续走。不楞不楞，到达跳伞点。哦，这个跳伞点很神秘我上一次来这里跳伞点它就消失了，所以我认为这个跳伞点很神秘。到底想不想让我跳，我都不知道。又被偷撞了。我先把车停在这好了。来了，走。跳伞点我来了。有没有看到跳伞包？你看，还在，还在。跳伞点还在。跳伞包。有跳伞包吗？大家有看到跳伞包吗？跳伞包，我听到富兰克林在喘了。富兰克林不是啃老族他超有钱的，他靠着打家劫舍赚了很多钱。歹路不可行啊！没有跳伞包跳伞包在这，在这找到了。我们来跳伞，开始跳伞。哦咻，被吊就被吊啦，车子被吊就算啦。我这么厉害，随便偷台车就好了，随便偷台车就回来了。噔，要来了，又来跳了。Dom got a lot to answer for. 什么银行跳伞？是什么？开车冲出屋顶，并且跳伞降落到目的地？这么猖狂哦！富兰克林好强哦！丢下载具，拉开降落伞，然后嘞，我的目的地在哪里？我的目的地在哪里？我还不知道我的目的地嘞。哎呦，目的地在这。我把直升机就这样推出去了。哇，超屌的，超凶的。哦，失败了。失败，降落得太远。这是高难度再一次。我也这么觉得。
我不要去撞什么直升机了啦！直升机都可以被撞出去，实在太不合逻辑了，我也这么觉得。好了好了，再来一次，嘣嘣嘣嘣，哦，这里哦，目标在那里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刚刚还绕了一下，没看到目标物，喂，哦，撞到了，要撞到了，要撞到了，喂，下降下降下降，喂，吼吼吼，下降，哎，这个是目标物吧？哎，过头了，过头了，过头了，太可怜了，啊，太可怜了，再来一次啦，这一次接近多了，这一次很接近，有没有？嗯，直升机也太廉价了，直升机也是抢得到的东西啊，抢得到的我都没再在意了。呜呼，呀呼，呀呼，哎哎，按错了，我按到什么？啊，我不小心跳出来了。哦，我按到重来了，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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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呜呼，呀哈，呜呼，呀呼，呜，有，这次有机会。啊，减速慢行，哎，慢慢来，慢慢来哦，前前后后，哦，好爽啊，爽啊，哦，跳伞要前前后后，嗯，扭动着我的身躯，嗯，前前后后，来，啊，一起跟我一起跟我这样做，喂，小小力的好不好？喂，慢慢的，慢慢的，喂，喂，喂，过头了，哎。他算我完成哦，他算我完成哦，准确度10%，逐鹿奖金65块，啊，重玩呐，不可以不可以，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已经有10%喽，啊，我们不满足10%，再来一次啊，不满足啦，再来一次啊，走啦，呜呜呜呜呜呜呜，好了，不要再看，再看就要死了。再看就要死了，哎，来哦来哦来哦，啊，前前后后，对，哦，做运动的时间又到了，请跟着富兰克林这样做啊，来收小腹，啊，脚收起来，收小腹，啊，没错就是这样，一二，再隔哦，没错没问题，没问题啊，五，哎哎哦哦哦哦哦，噔。准确着陆51%，也才120几而已，120几而已，不满足我们再来好不好？嗯，越来越准喽，这次还没死哦。不满足我们再来，来啦来啦，要看着特技表演，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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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我现在在哪里啊？人在哪里都没看到，喂。先转出来，好了，没问题哦。哦哦哦，慢慢飘过去咯，嗯，来来来，继续缩缩小腹，跟着富兰克林这样做。哦，弯谋，图谋，嗯，喂，哦哦哦，来来来来了，这次有希望。哎，喂，呼，喂，呼，呼，哦。这是几趴？90%？算了啦，那个90%才这么一点点钱而已。我觉得100%它也只有得我200块而已。我随便去抢银行，随便去打路人都有200块吧？不玩了啦，就这样了啦。啊，100了啦，100%了，我90%了啦，好啦，满足了啦，90%了啦，我们去暗杀任务啦。来啦，来做暗杀任务啦，来杀人了啦，好不好？我们来杀人了。钱难赚啊，急拍坦啊，你看，我打个路人，呜，打个路人，就拿到18块钱，实在太好赚了。再来啊，再来啊，再来啊，钱是这样赚的嘛，对不对？哦，11块，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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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再来，没问题。先抢台车来。给我滚啊！呜呜呜！警察来了！
警察来就算了嘛，我们先去暗杀我们的任务。暗杀任务，呜呜呜！警察还有要追吗？我停在这边好了，等警察走，我们再去暗杀，好不好？警察看来没有很积极，没有很积极。只是偷车而已嘛。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要积极的逃亡了，积极逃亡。哎，没事了，停在这里。来了，暗杀，暗杀任务，我们来了，来了，我来做任务了。暗杀任务，等一下，等一下，这次要杀谁？好了，先聊天，我才知道要杀谁。要杀你们吗？你欠打吗？还在这边哈吵？哦，要去接这个公用电话，噔噔噔噔，我们就随便接路旁的公用电话，有没有？接起来。Ever heard of Jackson Skinner? He's head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t Facade. Man, we must read different magazines. 那个是谁啊 ？Bastard made a fortune selling customer data to the highest bidder from 莫斯科黑兰。He's handing it to the cyber terrorists on a fucking silver platter. 这个人是谁啊？这个是谁啊？我们要买哪一张股票？I'm reliably informed that he has a weakness for working girls. There's a regular he likes to pick up in La Puerta. You stake her out, and she should lead you to Skinner. I'll send you the location. 好了，算了，不买了啦。Maybe I'll take another look at the fruit share price. All right, homie, I'll be in touch. 哦，本来要买些股票的。监视妓女，我们要去监视妓女哎。我们走。哦，这么好康哦，监视妓女，会不会看到什么养眼画面？有没有？等一下，有多远？有多远？不要我跑了这么远，开车了，开车了，我以为就在附近啊，想不到这么远。我的车应该还没有被拖掉吧？没有拖掉这么快吧？我的车有，我的车还在那，我的白色跑车。哎咻哎咻，呜，来上车。过去吧，应该有养眼画面吧。我们来咯，我们就是要看这个的啊。等等，冲！哦，开车快多了。甩太多了，没有这么完美。不能，这里再来一次，漂亮甩尾。哇、哦！又甩过头了，都没有很漂亮。喂，要这个要多练练，多练练就会漂亮。不要说我，大家都很想看，每天都有人叫我去，叫我去那个俱乐部啊，有没有？哎呀，喂，不是走这条。来来来，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监视妓女的举动来了，不能，横冲直撞，哟，引擎盖飞了，我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劲，原来就是那个引擎盖还粘在车上，所以觉得不对劲啊，撞掉之后全身浑身，神清气爽，哟吼，来了，我们到喽。神清气爽，我们要找的女人，前面那个就是我们要找的女人呢。问记录目标车哦，注意他去哪里，并把司机杀了。哎呦，这里好多人在街头拉客哦，这个我看不到啊，有没有其他角度可以看一下？我被撞了，为什么？寻机败露。我只是停在路旁，然后被人家撞了，然后行迹败露。Damn, that must be my girl. 什么东西啦？行迹败露也不是这样子败露的吧？好了，等那个妓女，注意她进哪一辆车子，并把司机杀掉。我枪都准备好了，有没有？我只是想大家让大家。